上蹲拖节奏啊，而且人马刷完马上要来了，哎，闪现一逼掉了，卡杀了闪现，反手一指，这个位置这里有点危险，开出来了，还好 W 开出来了，人马开了几跑过来，有点冲不到了，还好没有去往前逮一个闪现。瓦兰布来了，找到了哈罗贝之类干扰他刷野了，完了，这掠影步出不去了，还要回来。这位置女坦也来了，两个小狼是一定要有的。哎呀，准备做动作了，小天使大招了，对面兰博大招先封位置，不过塔下哦，开出来了。人马这个大招直接完美规避了发条的一个大招，利用不可阻挡的一个。平时排位练的也是比较多，我看了一下。好，知道了，拉回来了。贝蒂被挂满了电浆，但是并没有打出这个被动，反而令伟翔。那边然后打比较多伤，球就没有算好，拉扯的一个距离，被李伟强最后一发平 A 精准的点掉了最后的血量。然后如果要找的话，中路没闪是好找一点。哎，来了色体找机会，一个 W 给出来 ，MF 扫一波大招，但是女坦一个闪现躲掉了 MF 的大招后续伤害。凯隐这个位置想要留一下人，但是身上只有蓝 buff 没有红 buff，W 挂到了，看球球没办法追，球球一技能没好，没能留住，反而是小天借这个机会把峡谷先锋给放出来，哎，直接给大了，怎么说？有没有机会爆回来？爆空了，粉女坦一个一技能指到 MF 身上，而且卡莎这一波飞过来再接闪，把万豪给杀了。MF 这个位置交一个闪现，只能躲掉，但是凯隐还是收掉了卡莎。而第一是多冲动领人，现在小天后面那个绕号想杀 Betty， 完蛋，这波要炸了。Betty 直接被踢死，那就更炸了。是打算这把变红凯的，但是很不巧，他杀掉的是 FunPlus 唯一的一个远程英雄。这倒还好，后续应该不会再这么干了。哇、哦，闪现很稳。这样的话，它就会干扰里面红卡的一个进度。这有波回放，我们先看一下。这波回放的亮点在于小天放了一个峡谷先锋在后面，然后又冲一波塔。Fur 应该是死了。就我们刚刚分析的那波嘛，然后没过来。就是我马一下，他主要自己还是死了。蓝博而且带了个治疗呀，这不就是暗示他们要冲吗？冲中路。找战果，起码要把凯隐的能量给骗出来。哎，人马又来落单的万豪。怎么？哎呦，球就连盾都没开出来，人就没了。情感也还想踢，踢到了一个 Z 五被海克斯最后空间留住。对面大招同时下来 ，Z 五被两个大招给同时的进攻，大三个小老虎，小老虎倒过人马，这个大招大了三个，恐惧的非常不错。卡莎有个进场的机会，哈罗一个猎蛇影出来，但是自己过墙之后，那闪现不关键，所以能不能利用这个中路的一个技能差去争夺一条 team 牌龙很关键。哦，抱歉，球就是先死的，死的比较早。嗯，是的。然后这个大招其实大了三个，让 MF 果断当即立断去扫大，但是对方。太激动，灵太灵活了，直接全部围冲过去了。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小老虎来了，哎，要先杀人。闪现，这波哎爆回来了，青钢眼，海克斯队友通牒，看看能不能规避。一个猎神也躲掉了，哎，这波反而把自己的机会给找崩了。小老虎留的是凯隐啊，而且侧面小天这里被自由给单防住了，他然后开始往上走，队友叫杨，准备留下小天，小天用大招躲开了宝贵的五分钟。再看一下中路这波团战吧，首先是 Betty 这个躲太关键了，是的，然后万豪一个飞直接闪啊，一个七次杀，然后 MF 不到扫荡关键，而且凯隐直接猎蛇影不给你机会去杀他，然后侧边奥恩单防人马过来放视野了，来了人马要冲了，这个位置直接直指对方后排，卡莎这一场秒了 MF 怎么办，奥恩这个位置大招只能撞起一个青钢眼，别保不住自己的队友，阿达瑞先倒了两个人，哈罗被逼到了一个角落里面，赶紧用自己 Q 技能过墙，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连锁反应嘛，因为中上一塔都掉了，导致这个野区基本上，而且水龙魂好，先看看这波团战回放吧。闪现指，哇，直接指过来，然后人马加上，发条其实给了大招保一下，但是保不住。反而自己也被小天所粘住。是的，人马卡莎双进场太猛了。包括奥恩吧。嗯。因为咱们赛前分析过了，看一下这个开团，女坦率先指了上来，然后叫杨做一个断后，放出去先倒了。但是 MF 这个大招扫的效果还不错，扫出来同时秒秒，但卡莎进场收回来 W 扣，有没有后续？青钢影还最后通牒打散了，这边奥恩保不到自家队友，剩一丝血还是被青钢影切掉了，奥恩剩一丝血想顶控顶不掉，一波一换五感觉要直接一波夸张 Q 的李伟翔 FunPlus 不想跟你拖了，
但是兵线不是很够啊。但是我拿下了，没人扛塔吗？啊、哦，TP 小老虎 TP 来保护这个最后的小兵。是的，方法子也很懂，再往后拖越来越难打。啊，那不仅是赢下了这场 LPL 队伍之间的直接对话，而且在获胜时间上很有可能也会占到一个优势。是的，23:55要结束了，好，恭喜 FunPlus。好，感谢解说席，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左宇，在这里首先要恭喜 FunPlus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请到了 AD 选手林伟翔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席，欢迎林伟翔，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 FunPlus AD 林伟翔。嗯，欢迎林伟翔。其实到现在呢，今天整体上战队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为止是3-1的战绩，但是因为开局第一场有些小的遗憾，再加上其实我们今天德杯的赛制对战队对选手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所以后面在打三场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比较忐忑呢？其实没有特别忐忑吧，主要是觉得剩下的比赛打好是都能赢的。就是经验很丰富，所以很快就把自己的心态全部调整摆正回来了。刚才一个对战当中的问题啊，其实刚才的一把当中前半程都是非常的主动，打得也很顺利很凶，但是中间有一波高地的时候被对方找到机会了，那波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呢？那波就是我们优势太大了，就想尝试一下开团嘛，然后可能就就被开的不是特别的好吧，就那沟通不是很好，被对方找到一些小机会，有点心急哈。其实到现在新赛季也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了，特别想问一下林伟翔，就是有没有什么的心得体会，或者说有什么英雄可以推荐给大家？打排位的话，推荐大家玩卡莎吧，就特别好赢这英雄。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吗？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多插点人前面，装备好了就很猛。前面一定要就是慢慢的把优势积累下来。说到排位，其实各位粉丝们都非常关心你们的动态，最近大家也看到我们的职业选手呢，除了说打训练赛，其实也需要排位去维持状态。最近这几天大家就关注到，其实我们的双 C 你跟杜云斌一直在双排，但是好像双排的这个过程不是特别的顺利，能不能跟我们就是简单分享一下？打排位就其实主要是觉得运气不是很好，就排到的中路都有点能送嘛，有点喜欢送人头，就这样。而且确实打排位的时候，也没有就是很清晰的一些位置的划分、英雄的选择，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拿到自己擅长的位置和英雄。其实现在呢，我们说今年的德杯哈，也是今年最后一场正赛了，后面马上就会迎来一段时间的休息休整，然后再后面就是过年了，所以特别想问问林伟翔，不管说是在训练当中，还是说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规划吗？可以跟粉丝们分享一下。没什么特别的规划吧，就想争取把明年的比赛都赢下来吧。今年就开始做好准备，争取在明年开年就带给大家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好的，非常感谢林伟翔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下面我们把画面交回给解说席。